我们现在要来一句。在听誓言版的求佛吗？谁还在听那么老的歌？我们现在都在听向慧玲的《爱个桥鬼》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们现在要来介绍这一台呢，卖个桥鬼的 Toyota Yaris Cross 这一台 B Segment 的最新的 SUV 哦。我现在就要让大家知道，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。喂，你现在在听誓言版的求佛吗？我知道你还年轻，所以我现在要约你出来试一台卖个桥鬼的 Toyota Yaris Cross， 你有空吗？我没空。Preview。哎呦，我刚起床，还没化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化好妆在你家楼下了。嘿嘿，难得我今天化妆，我现在来介绍我的正妹朋友蓝月。我素颜，你化妆是哪招？我只想记录我的美丽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在车上化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驾驶的稳定性。你真的是？今天就让我来当你的一日老司机，快点把椅子弄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哎，你平常大概都去哪里啊？我吗？我平常就是工作的话，就是跑活动，拍拍片。那没事的话呢，就是会去健身做瑜伽，然后会跟几个朋友去吃吃饭，拍拍美照咯。哦，是这样。嘿，就是爱自拍，不管哪里都行。我帮你拍了一个完美照，等一下我可以上传 IG 咯。哎，我还没。哎，不管我拍假咯，不假。哇，好装。等一下呢，你要不要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卖个桥鬼的 Toyota Yaris Cross？ 那我要先跳舞吗？还是我直接走到驾驶座？立来立来！你看，你看，我们这个视野，我戴眼镜可以看到 1.0。是不是还没吃药啊？发烧了 ，Hill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车着座点很高，车高1655mm， 车宽呢1770mm， 车长呢有4310mm， 是一个标准的 B segment 的 SUV crossover 哦。哇，视野好辽阔、哦，这空气多么的清新，这世界多么的美丽呀、啊！对了，我刚刚从后座爬上来，空间感很大哎。没错，后座的空间呢，行李箱容积有458公升，而且呢，底板两段高度可调，下方还可以摆两个登机箱哦。椅子正是可以64分离折叠，折叠之后就是一个非常平坦的空间，车泊车速都没有问题哦。哇，而且啊，我刚刚发现我在车上化妆很稳呢。那是当然、嗯，因为这一台车的底盘很好，不止舒适性好。底盘滤震也好，同时前后都有防倾感哦。哦，哎，你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什么配备啊？嗯，安全配备啊，或者手机能不能连线听歌、导航之类的咯。的确，现在的车配备都越来越齐全哦，像是盲点啦、跟车啦，像车道的行驶辅助啊，像是油门踏板的误踩的抑制系统啊，像后方车侧的警示 ，Apple CarPlay、Enjoy Auto、Auto Hold、车速自动上锁。还有主体感应式的尾门等等，都是这台车顶规的标配哦。但唯一比较可惜的是，它没有办法像《哈利波特》里面那一台车一样啦。怎样？我在天上飞。最后，最后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你开的表现如何。哎，我看你开起来挺好的哦。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自信，最可怕的是你开始适应。哎，先不管你是不是在唱歌，但是我就是要继续说。哦，刁人真的很爽，平常都是我被小编刁呢。嗯，这台车厉害了哦。哦，这台车最大马力106匹，最大扭力14.1公斤米，最小回转半径5.2米，它的油耗表现还可以达到每公升17.5公里哦，那么厉害。
爱，我不管，我现在要开去我最爱的咖啡厅。谁叫我刚刚睡到一半你就把我挖起来，我连妆都还没化呢。哪有什么问题？我还是自己拍好了。台车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你看哦，现在修理车当道，这种修理车呢，空间广，而且地形的适应力强，所以在多用途的状况之下呢，在 Yaris 停产之后推出这一款 Yaris Cross 来接替它的市场，是不是很理想？而且像这个 Toyota 这种一线的品牌哦，它除了有 Corolla Cross 还有 RAV4 等等之外呢，现在再加入这一款 Yaris Cross， 一定要有两三款、三四款以上不同的产品，才能满足消费者不一样的需求了。哦，你是国足军？领光买嘛？意大利！你现在在听试演版的求佛吗？我们现在都马听卖个桥鬼的 Yaris Cross。谢谢小西哥今天邀请我，不过我们今天是来介绍车子，不是来唱歌的。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也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如果下次还有机会，我们再见啦！